你为什么不能跑步？我脚受伤了。你为什么不能跑步？是一跑的时候抽筋感觉可能受不了，但感觉跑也不能跑。你为什么不能跑？那个靴子我妈给我买的。你为什么不能跑？因为我现在就是脚这边，然后胖，然后骨头这，然后胖的，然后胖的那个就是那个脚就弄的，然后可疼了。你为什么不能跑？就是第一天我大跑步的时候，然后我腿撇了。你为什么不能跑？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疼。你为什么不能跑？是我妈带我出去玩，然后往前跳，这就拉了一下往上。